永庆，注意点。爹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永庆，永庆，你不要吓我，你睁开眼睛啊！你睁开眼睛啊！老师，永庆，你不能走啊！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永庆。破译完了吗？完成了。在这里。对不起，你要像黄永清一样，在这场战斗中阵亡。阵亡的恐怕是你。顾忠良同志，请立刻带着文件去二号联系地点，陈克同志在等你。你也是我们的同志，快走吧。那你呢？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我最信任的两个人居然都是奸细。不，我是为信仰而战。我知道。那些没能死在你的枪下。
要死的人了。快，送医院。是。组织上决定，林平同志和郭忠良同志立刻返回延安。我真羡慕他们。你的代号依旧是1180。郭忠良同志走了以后，又有一位新的同志来接替他，代号是1181。1181。Frank， 经理会几点？这是紫马二号的全部文件。谢谢。郭忠良呢？他已经到延安了。天皇陛下召开了御前会议，他正式批准了我的行动计划。攻击将在3个月后进行，而且在未来的90天，我要准确地掌握对方的一举一动，同时又不能让对方有丝毫的察觉。我们明白。作为情报传递的核心枢纽，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？对不起，紫光二号密码已经被破译，被迫停止使用。为了保证紫光二号密码，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郁金香小组和豌豆尖都已经牺牲了。我现在对已经过去的事不感兴趣，我只关心你们下一步能够做到的究竟是什么。为了保证行动的绝对安全，今天我们正式启动紫光3号。那么告诉我，谁能够保证紫光3号使用时的绝对安全呢？我说过，任何密码都会被破译，只是所需时间长短不同。这一次我使用的是双重加密技术，一是数百位的超长密室，要想破译它只能使用密码机，
而中国人在密码机方面基础是零。如果这一次还像上回那样有美国人的帮助呢？即便他们有了相应的密码机，要想破译密室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，但他们依然无法真正破译密码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密室后面我又加了一把密室，而这把钥匙已经深深地藏在了我的心底里，它不遵循任何密码法则。世界上再伟大的数学家或密码专家都无从破译。那你能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吗？不能。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，那只能是我自己。我相信你，不管之前失败了多少次，这一次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赌注。都压在你身上。我们将密钥输入密码机，但是依然无法破译电文中的紫光三号密码。会不会是密钥在计算上出了问题？理论上应该不会吧，但我还是要让我的工作小组再次的进行一次验算。哎呀，文伟君啊，你已经熬了两个月了，该回去好好休息了。我说不清为什么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，或者说掉进了设计者的陷阱。很可能，毕竟山本康夫是我最出色的学生，可以说他是编制密码的天才啊。我得想一想，我要回去再好好想一想。一对一的较量，先生，一位女士给您的。啊，她人呢？她说不上来了，走了。啊，谢谢你。是的，我一直没有勇气和你见面。虽然我们同在美国，同在这所大学里，但是物是人非了。20多年前的一切都历历在目，却又格外遥远。我坦白地向你承认，如果康夫在这儿，我会马上和他一起去见你。从香港起飞的那一刻起，我突然发现我欠他的太多了，他为我牺牲太多了，
我现在确实非常牵挂在日本的他，请原谅我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了你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已经有报社愿意连载我的文章，一个日本女人在战争中的体验与感受，也许她能看到报纸。将军，请看一下这篇文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夫人在美国报纸上连载的文章。你有什么话想和你的夫人说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别担心，在美国我们能力有限，你可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和他保持沟通，报社会传给他的。记住，不能使用真实的姓名。明白了。收到您的信了吗？是的，他在文章里告诉我他很好，很牵挂我。将军，既然这个渠道是畅通的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你想让他当间谍？绝不可能。将军，如果你想继续和他保持联系的话，就请慎重地考虑我的建议。我宁愿永远失去这个联系。好吧，我收回我的建议。每个星期有两个航班搭载我们的信驶去美国，如果你想继续写信的话，我会提前一天通知您的。我绝不会让他为你们做任何事情。我说了，我收回建议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了你的两个女儿。我的两个弟弟在中国的战场上阵亡了。我的小组将整个过程又验算了一遍，密钥在计算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们还是没有猜对他的思路，还是没走出这个死胡同。是的，尽管我很不甘心承认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虽然我们有了密码及有了密钥，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束手无策。我想了几天，可能我们还是在方向上出了问题。最担心的就是这事儿啊。他是个了不起的天才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试着进入他的内心，把我变成他。Thank you.
我以为已经找到答案了，可结果还是不对。哎，那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紫马三号有双重密钥，我们用密码机只能找到第一重，但这个几百位数字构成的密钥却不能直接使用在密码上，必须找到另一个密钥。我认为它在这两把钥匙的设置上会充分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性格。第一个密钥非常繁复，如果没有您的密码机和最先进的计算设备，天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正确答案。至于这第二个密钥，应该是最简单最原始的，否则在具体操作上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。对，简单说吧，我认为应该是几个字母，极有可能是几个人名的缩写，或者是名字的第一个字。那他会用他亲人的名字？这个我也想到了，一个是青田秀，一个是山本惠子，还有山本芳子。可是我把这几个名字反复的排列组合，结果都不对。那你把他的名字加在上面了吗？当然了，他们是一家人嘛。也许他没有这么简单，也许他用的是其他的组合。哎，那你把你自己的名字也给加上去了吗？我的名字？为什么？山本这个人你知道，他是很孤傲的，除了你没别的朋友，并且当年是你救了他，成全了他，而现在你是他的对手，那你就更在他的心里了。莱斯教授，啊，怎么了？你是对的，果然是我们五个人姓名的缩写。是吗？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请务必把这封信交给青田秀女士。哦，好的。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文章，我太累了。我在痛苦中挣扎得太久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。我的两个女儿都走了，我的丈夫远在大洋的另一端，而我最亲密的朋友也离开了。他临走前要我转告我的丈夫，他们是朋友，是对手，也是亲人。欢迎你回来。我们的密电所刚刚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电，文将军，你来说吧。我们截获并破译了几十份紫光密码电报，经过分析，我们得出结论：日本人将在1941年12月7日，对美国位于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进行突然袭击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我能看一下破译的电报吗？当然，这是全部的电报。他文章中提到的最亲密的朋友是谁？是文美君。文美君到美国干什么？不会仅仅是看望你的夫人吧？文维君会不会为了紫光三号密码到美国寻求帮助的？他是去找我们共同的老师兰斯教授，他目前是美国密码机研究小组的负责人。我要马上向小川将军报告。
们两个出去。你能肯定秦天秀说的这个朋友，他就是文维君吗？是的，他是我这一生唯一的朋友，也只有我们之间才能称得上是朋友，是对手，又是亲人。就算是这样，你凭什么推断，又是怎么确定他已经破译了你的紫光三号密码呢？我现在无法确定。你并没有跟我说实话。你知道吗，康夫？再过两个小时，我的联合舰队就要起航了。如果密码真的被破译了，那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真的无法肯定。康夫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人。我呢，不是舰队司令，而你呢，也不是密码专家。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吗？当然记得。和表哥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那就好。我要你跟我说实话。你放心，弟弟跟哥哥说的话不会有别人知道。放心的说吧，就算是没有什么证据，我也相信你的直觉。他让青田秀转告我的话，其实就是想告诉我，他已经找到了最关键的那把密室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也许是出于友情的回报吧。你们两个人呢，如果生在同一个国家就好了。表哥，立刻停止这次行动吧。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只要你打个电话就可以。取消这次行动容易啊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再准备一场新的战役了。可这样做太危险，也许美国人正在珍珠港等着我们呢。也许他们是在等着我，也许他们还来不及做准备。你和我都很了解美国，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做决策都需要通过复杂的程序，是非常缓慢的。战争啊，永远是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变数。我喜欢赌博，就以帝国的未来再赌一次吧。Thank you.
山本五十六将军的联合舰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将于七日凌晨到达珍珠港。有珍珠港方面的消息吗？珍珠港情报员报告，敌军一切正常，未见任何异状。我是文维军。美军兄，是我。美国方面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我刚刚给克林因少校打过电话，他说已经在昨天把情报上报给了国防部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下文呢。怎么回事？现在离日本人预定攻击的时间只剩几个小时了。不要着急，也许他们已经在秘密准备了。会不会他们不相信我们的情报？我可以给钱德勒和兰斯教授发电报啊。我看算了吧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好吧，那就算了吧。教授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次能把你这么重要的人物从中国战区请来，真是费了不少劲呢。是啊，可真不容易。但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密码，我们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如果两年前你们就能这样想，珍珠港的惨剧或许能避免。如果是那样，也许美国就不会参战。1943年，太平洋战争局势发生变化，日本海军连续遭到美军重创，已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防御。给我接山本五十六大将。山本大将已经去前线视察。我知道，我有重要的情况，必须立刻阻止他。对不起，山本大将已经出发前往机场。给我进机场！为了振作日渐低落的士气，山本五十六大将乘专机到前线视察。美国军方根据破译的紫马三号密码，提前掌握了山本五十六的准确行动路线，出动大批战斗机进行拦截。1943年4月18日，山本五十六大将的飞机被美军击落。
我是来向您告别的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夏威夷，那儿离日本近一些。哦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恐怕不会回来了。再见。 康复的消息吗？没有。不过我一直会等他，永远等他。你要多多保重。如果有什么困难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我知道。 你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我最亲近的朋友。可是，当康复冒死送我去美国，我就明白，我不会再离开他了，永远不会。 谢谢你，文少，周良。
道做个男人很累，就用所有温柔给你抚慰，而你却冷冷相对。难道最喜欢的已不美？难道曾追求的已无味？我在困惑中看着自己，却看不出哪里不对。好不容易静静